知道在这片土地有不止一场演出。谢谢你们选了左边杨丞琳，但不管你选哪一边都是最好的那边，好吗？我从来没有跟他一起同一天在同一个城市办过演唱会。那边现在他们比我们早开半个小时，打电话我给谁打的？不是，现在的台，你以为在台上别个手机是吗？谁在台上带手机？这也太商务了吧！这个人在台上都不忘把手机带着，哪怕生怕丢掉一单生意是吧？哎呀，这个是从看了一半从对面过来的吗？我唱和你们唱杨丞琳好不好？唱一张和杨丞琳一样。谢谢大家对我们全家的支持啊！